天有雨也有晴，甜酸苦辣百家亲。老百姓的心上写着百家心，老百姓的心里装着百家亲。春夏秋冬东西南北，海上百家心编织新风景。老百姓的心上写着百家心，老百姓的心里装着百家亲。出来！哦哟，侬哪能介爱出来了？哎呀！啊，就是老是唱唱，滴滴滴滴滴滴。上街头跟人家，这空调装了彻底了。哦。过路的已经六七个人上开头了嘞，我快想跑地地高。哎呦，老头子啊，侬真伟大嘛！地龙里看到马路浪，马路浪看到地上开。哎，下次黑龙江来地方侬去不啦？那么有空总归去的咯。哦，侬胃口倒好的呀！这胃口这么好了，我肚皮鼓出来了。哦，侬真的到我老饭店啊？是的，老久不吃了，老久不吃了，老久不吃了，久不吃，吃饭了。老饭店嘛，还有打烊的辰光。吃饭，吃饭，啊不，吃不吃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哦，你们饿死了，在了外头一眼也不晓得饿。侬看看侬的身体是。哦哦哦哦哦！啊，都是粗糙，不吃么子哪能来事了？啥子啊？吃药个？好几来了。好几啥人来？哪人个？听说到石门一村三百龙三百虎，刘小姐。刘小姐，哎呦，这个饭也吃了不太平，我想想看。大哥，有事体啊？我去买了啊。小姐，请问有？我等着买了。哎，老头子，哎，慢慢叫车，慢慢吃猪脑去。那不好耽误这些马路主人车啊。哎呀，侬要饿啊特个。请问那此地是三宝在吧？哦，侬也是老娘家是吧？侬是刘家阿姨了？哎，是个是个。我靠近收了嘞，已经。是呀，我打电话拨侬呀。好。喏，阿拉个门被风碰上了呀，我那头嘛碰个里向，听阿拉弄堂里有人讲，侬老娘家开收的技术老高的。广东，广东。阿拉弄堂里好几个人侪叫侬开过来。对个。搞了今朝我替侬来帮帮忙，等我也开一开。好，别急，别急，来来来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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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当，别当，别当。小姐，蛮好的哦。别当。谁来这里呢？好，哦，不是三宝些啊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搿别当。哎，别急，侬不要叫啊，不要叫，别当那些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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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老娘家，来来来来来，阿拉屋里向进去坐坐。不，我还是听了，我还是听了。吃口茶，我再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我再来，我再来，不客气。哎，刘阿姨啊，侬订好下趟用三宝线。搿比较安全，不过用这三包些个夹子随身带哦，万一再碰碰上，这个勿起作用了呀。对对，谢谢侬。再会再会再会。老娘家再会啊，真好啊。阿妹，侬吃点啥？吃点啥了？吃点啥？哎，今朝侬做点啥个好事体了？这上几家人家了，侪一身烟。哦。哎。门啊，碰碰上，夹子再忘记脱了里向。哎呦，这把里你哪能噶粗心了？闹想鼓捣，这个夹子啦，侬看，哎，不离身的，侬看见吗？还是不会落脱噶？聪明啊！哎，侬比我聪明啊！我倒想着了嘞，啥个各种噶哦，撬门咯，开锁咯，各种噶事情少做做哦。做啥？万一人家么子落脱，只奈侬讲也讲不清爽。哎，我个为人嘛，人家才了解我呀。此一块地龙里嘛，才了解侬个哦。侬跑了到恁远个地方，人家会得了解侬了嘞。这个都搞得清爽。哦，等搞清楚嘛喏，侬派出所嘛，等住上一天，好啦。上星期开始了，我来帮侬讲点子啊。哎，搿侬帮我开一开啊。笨哦，遥控器会得弄勿来。嘿嘿，搿么侬培养我呀？哎，老头子啊。哎。刚刚侬饭吃至一半跑出去，你要饿死脱，老早去吃饭去。哦哦哦，我晓得了，我晓得了。啊。那老太婆。哎。电视机给我开好了。侬欢喜看啥，侬自家带了只镜头请我喏。哦，晓得了。几十岁个人，电视节目都不想不得。咁么，侬一直播老子，不叫我哪能学得会啦？你管我
饿了，哎呦，我你往吃汤。来了，老太来来。到啥边去汤姆路了？今朝我出空身体，陪侬汤姆路去啊。哦，我好，我好的。阿拉先到秦安市去白相相。到秦安市啊？一直朝东，再到南京路。哦，到南京路对个，好个，好个，好个。咦，今朝礼拜六哎？礼拜六么哪能啊？石英步行街来进。哦，叫步行街。哎。哦。步行街么就是讲汽车咯，脚踏车。侪跑跑，侪跑跑。哦，让你人走啊。对个。我要多领个领个。哎，我搿套新衣好勿啦？老太婆。做好做没擦洗过喏。搿套衣裳侬一扎辣身浪没闲话讲唻。哪能啦？侬假是拍电视去招牌子，好拍五十天了。侬面孔了再打个一字花粉了，像杨贵妃呀！侬想都吃个操老的，走来，上课来不及了。我说走了呀，侬哪能杨贵妃了五十天了？你进来了。啊，啥人来的啦？新宿道石门一村，石门一村三百弄三百号刘女士，有人呀？刚刚来过。有人呀？要么要紧事体啦。哎呦，赶忙抄路是人家唐某路么？你来的一个？哎，老头子。偷来呀侬啊！耶，哦哟！老娘舅，今朝要麻烦侬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今朝有点啥事体呢？今朝想请侬帮我装只三保险。别当，别当，别当，别当。侬买来了？不是买来的，旧的阿拉妹妹得抄过来送给我的。哦，旧的是不啦？嗯。不旧啊，也蛮新的嘛。这麻烦侬，请侬帮我装装。当心，里向蛮暗的啊。哎，钥匙呢？那那那。老娘舅，看得出吧？看得出的，我头上有反光的呀。老娘舅，侬老风趣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还有一部两部钥匙呢。哦，我只有一部钥匙，要么我再去配一部好吧？我，侬一样配配两部啊，帮帮自个。好好好，谢谢侬啊。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好哇好哇，老头们，咦，哪能衣裳换脱了啦？老头，来来，老头吧，去找衣裳去，出去出去，跑了跑了吧，去不行去去去去，走走走，去换衣裳去去。好了好了，老太婆，去围上去围上，走走走走走的呀，干嘛？啥听的？老太婆，今朝的事体怎么办？千的万的是你的，哎，千错的万错是啊，我错哎。来一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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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一张打出来啊！晓得了，哦，哎，妹妹叫。是的。哦，万一衣裳搭湿了身浪向了，湿了半当中，侬这个烤鸡要来的呢？哎，老太婆，那侬放心嘞，我那烤鸡关着，那侬相信了？哎，啊，我关给侬看了，老太婆，哎，咦，啊，啊，又来了，这只烤鸡啥人打来的？啊？哎，石门一村刘小姐是吧？人家总共有九十天了，没九十天哪能考来考考我呢？对吧？有九十天是吧？我马上来啊！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。九十天要么看中侬了是吧？啊？拜拜。哎，老爷爷，你就能到了吗？也要麻烦侬跑一趟嘞。那就我钥匙配好了，哪能插插不进的啦？钥匙配好会得插不进啊？哎，搿到颜色了，哎呦！哪能干毛了？这个你做啥？我出来问。来，我来搓搓搓搓搓伊啊！便当便当。好。钥匙一张便当。真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，搿句话。嗯。他错了。哦哦。可以了，你吃这个去。好好好。吃这个，吃这个。一件件开开来了，搿部再去试试看了。不要使得了，肯定好用的。好了好，侬技术老高的，谢谢侬啊！一趟趟麻烦侬，真不好意思。下趟有啥事体打电话来。好啊好啊，好吧，再见啊！再会啊！这位这位，再见啊！老太婆，老太婆，老太婆，老，出去了，真的出去了，搿趟真的动起了。哎，老太婆，老太婆，我现在烧菜的技术老高的，真的不睬我了。老太婆，
三两天脾气发下来嘛，差不多了。多发呆，自噶身体也不利呀。下趟我保证听侬闲话，好吧？侬讲闲话算数啊？讲闲话算数个。下趟不了，自噶吃，自噶吃吃吃。侬吃呀，侬吃呀。我会得吃个。好好好好好，阿达伯，哎，下个礼拜我一定陪侬白相步行街。步行街？哎，我有步行街，步行街，一日子我一个月出去白相过了，是吧？哦，一家头白相没味道，陪老头子陪侬出去白相有味道。哎呦，多白相嘛有啥白相的？真的。哎呦，我白相得来啥都来，两只脚跑了算一算。脚算么个？脚算啊？脚算哎。我老早讲两个嘛，哎呀，不是我讲的。来来来，小林小林，做啥啦？做啥啦？来，我来给侬看，我来给侬看看。你做啥啦侬啊？来来来，侬倒蛮会拍马屁的嘛。哎呦，平常人家侬又不光顾啊，对不啦？经常拨我个机会呀，对吧？哎，我个小姐妹到阿五头托侬个事体办脱了没啦？办好了呀。办好啦。办好了，早头350块，一只老洋鸡，我再派人送过去嘞。哎呦，叫伊收到哎，我叫伊打只烤鸡拨人。哎，烤有烤鸡了。阿五头来烤鸡啦？啊，大概物事收到了是吧？哪弄的？你啥东西做啥？啥的？石门一村的刘小姐来。刘小姐来。嗯。那个刘小姐啥个路道啦？啊，对侬三不八了，四不休盯牢侬啊！总归有事体了。一道去，一道去，一道去。我陪侬一道去啊。老太婆。啥？侬搿个还对我不放心啊？不是不放心，不舍得侬。哎，侬等了一把年纪，把伊擦来擦去，一道去。好好，一道去，来来来。林金奴子，侬来得真好。嗯，哪能状态了？讲讲。我刚刚从外头回来，看到屋里向房门开了，我跑进房间里向一看，六钱一千没了。我就看到抽屉里向12000块的现金，通通没了。这个啥了？辛辛苦苦积蓄的，侬讲哪能办？哪能办？哪能啥巧？去了，去嘛。搿么钞票哪能会得没的呢？会不会是㑚爱人刘工程师带出去啊？哦，肯定不会的。阿拉爱人今朝一早就乘飞机到成都去开会去了。搿么钥匙落脱过伐？我钥匙从来没落脱过。最近有勿有啥陌生人到㑚屋里向来过啊？陌生人啊？想想看。哦，有个老娘舅来过的。哦，那娘舅来过。啥个阿拉娘舅了？我不认得个娘舅呀。不认得个娘舅。嗯，那事体是搿能介的，我上一枪门呢被风碰上了，叫老娘舅来帮我拿门撬开来的。伊来过好几趟嘞，第二趟嘞，伊帮我是装三保险，第三趟呢来帮我拿车搿钥匙高头个毛头。阿伟的就是伊哦。哎，搿侬勿可，人家帮侬做好事体啊，侬哪好冤枉人家呢？哎，搿搭交关人家侪喊伊开过锁，没出过事体哎。不是，我辣想，竹心阿会得伊先到阿拉屋里向来打打样子的，看看阿拉屋里向条件还可以，先偷阿拉屋里向的，慢慢叫再去偷别人家的呢。哦，搿俩讲谁？不对，侬搿讲闲话勿竹心的，勿要搿能讲。哎，不是呀，我呢，我是搿能讲。哎，刘家嫂嫂，我问侬，迭个老娘舅住辣啥地方？我来去了解一下。哎呦，住辣啥地方我倒不晓得呀，不过我去打好几拨伊了，估计伊马上侪会得来的。刘家爷。你看，我来了。你看，全是老娘舅了。哎，老娘舅，等，我想先问侬一个问题。啊啊，刘家嫂嫂，侬原来认得啦？不认得，浑身不搭界。好，那么后来哪能认得呀？喏，伊打考起不啦？我，伊讲啥个风来门碰上了，喏，叫我喏来叫门，我来搿边叫。哦哦哦。搿么后来这个三保险门锁也是侬装的了？是我装，是我装的。伊个钥匙头毛毛头是不啦？还是我给修的。哦，钥匙个毛头侬也搿搭修的啦？迭个有啥稀奇呢？我拍钥匙会拍的了。好好好，蛮好蛮好。老娘舅，哎，刘家嫂嫂屋里向个么子，把人家偷脱了。啊？哎，侬迭个啥个闲话啊？哈，你老头子帮㑚做好事体了，啥？那冤枉你老头子啊？不不不，老太太不是冤枉，是调查情况嘛。调查？调查么就是怀疑了，怀疑就是冤枉，也无他那个，做人要做到，做该要做到，那没证据，那个瞎讲，不听了，老头子，走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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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录像机伊收到，钞票也收到，昂头，哎，这个昂头啥呢？昂头侬还要问啊？是你小姐买到的儿子，可以吗？好极了，那原来有得一帮子人啊！啊，啥个一帮子人？阿拉屋里向正好偷脱的是现金得知录像机，喏，证据在了这，你那万一咋还好啦？阿拉瞎搞，这你还搞侬啊？阿拉帮侬偷么子个？啥回事？偷了，不是都是在那搞的吗？哎，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，你哪回来了？不是你啊？别吵，别吵。咦，侬不是乘飞机去，哪能回来了啦？今朝是气候原因不飞。哦，你跟侬两姐能装起啊？哦，我想抓紧事体翻眼资料，所以拿老娘今天到代工公司屋里去了。搿么抽屉里向钞票呢？哦，钞票还是我拿个，伊拉屋里寻了银行代工，我已经存脱了。哎呀，侬迭个银行真是……哎，以后碰到迭种事体，最好留张条子嘛。老娘舅，舅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舅妈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那你们是不是自家女人跑的？老娘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好的呀。说啥啦？不，这个省人民警察来调查，怀疑对象第一个总归是我了。因为哪能我给装三保险，一个敲门，一个派出所，根本不怀疑怀疑啥人啦？操作啥物事？侬胃口好嘞，人家冤枉侬做十块，侬还开心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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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娘家最好啊！有秘密局又响了，石门山村陆少张阿姨，哈哈，又要叫我去开门去了。要去开门啊？哎哎，老娘家侬不要去开门呀，老娘家。拜拜。